香港流行演唱会历史上的盛事，中西乐团八人大乐队现场演奏，学者灵芝黄沾狮子山下演唱会现在开始。非常感激各位，又是將紅館坐到滿曬。我好高興喺呢度，各位睇到我冇穿冇爛，咩事都冇。多謝各位，祝各位身體健康。各位好，各位好，多謝你。呢一排咧，其實對我嚟講係好好嘅，因為我無論去到邊度咧，個人見到我都話：阿叔身體健康啊！哇，見親個個都咁樣同我講，我諗有咁多人同我講身體健康，我想身體唔健康都好難，所以非常多謝，同時亦都再一次衷心咁祝各位身體健康。我成日覺得我能夠嚟到香港生活咗咁多年，係好好運嘅一件事。香港人真係對我非常之好，
咁多年來都好錫我，將我啲作品無論係文嘅或者不文嘅都接受，而且比分比得好似好鬆，明明唔係幾合格嘅，都好似好鬆手咁。呢樣嘢係我衷心感激各位嘅。諗起上嚟，亦都好耐冇喺呢度同各位見面啦。係，你好你好，身體健康啊！我希望今晚大家放鬆啲，中意開心笑呵都可以噶。你如果真係中意呵咁唔緊要噶。而家你想唔想試下呵一聲啊？咁啊呵親我就落台噶啦喎！我未曾開呢個演唱會之前咧，我本來係寫咗一封好長嘅信，係講我心裏邊感激大家嘅説話，一路寫一路寫，真係一放不能收。寫完之後寫十幾張紙，我睇我閉，點讀啊呢封信？如果由開始而家讀咧，我諗讀完咧都要散場啦。咁後屘就決定唔讀呢封信，因為大家都習慣咗，我不嬲係諗到嗰句説話講出嚟，大家都冇乜所謂嘅，都幾中意嘅。咁我就決定唔讀呢封信。我今晚所講所有每一句話都係發自我心底嘅。我自己呢個人有乜嘢好處都冇，有樣嘢咧就我好知趣嘅。我明知各位買飛嚟都唔係想聽我唱歌㗎啦，係嘛？喂，你真係幾坦白嘅喎，話噓就噓，係嘛？唔通真係一個冇一個人係為想聽我唱歌嚟買飛嘅咩嚇？有，多謝你。有不過少啲啊。好，如果係想聽我唱歌嘅，你聽聽小成點先。阿姐都唔少喎。OK 喎嚇，哇！你令我好鋸啊，唉，非常鋸。你真係想聽我唱歌？我頭先唱咗四句男音噶啦喎，嚇唔夠邊個嚟啊？唔夠邊個嚟？唔夠白區榮啊？梗係唔夠白區榮啦。不過我想請佢嚟，佢話喺上高好唔得閒喎。同阿薛國先打緊麻雀喎，係啦，咁啊，咁我男音係梗係唔夠白區榮啦，我學白區榮噶嘛，點會夠佢嚟啊？佢係我師傅嚟，佢個女都係我師傅啊！我揾日唱只《帝女花》俾你聽，嚇到你咧，即刻去廁所小便，好嘛？真係要聽我唱歌，我啊冇乜幾多隻歌嘅啦，老老實實啦，即係一兩曲啊走天涯嘅。不過既然你哋真係喺啲咁嘅經濟環境都買飛嚟捧場，都唱只俾你聽啊，係嘛？你估平啊呢啲飛，係嘛？好，嚴先生唱歌喎，我係得一隻飲歌㗎咋，滄海一聲笑。浮沉坠落，知己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笑，谁负谁胜出？途尽红尘俗世几多娇，苍生笑，景夜寂寥，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笑。
识了，好情仍在，痴痴笑笑。多谢大家，不如一齐拉一下好唔好啊？好嘛。多謝各位，證明都仲中氣 OK 嗬、啊，嗱今晚咧，好開心，因為幾個月前我仲睇下嗰啲香港人，好似個個都有些少愁眉苦面咁樣。到到最近呢排咧，我見到啲香港人好似係多翻啲笑容，嚇、啊、面上面多咗啲光彩噃，又好似啲神情。都堅定翻咁喎，好似有啲信心，有啲似我初嚟，嚟咗冇幾耐，60年代嘅時候見到嘅香港人嗰種面上嗰種神色一樣，即係證明香港人唔怕嘅，話知你咩瘟疫啊，我哋捱得過嘅，一定有能力衝破還難關嘅。咁今晚見到各位咧，我更加開心，因為咧我領悟到。原來香港人另外有一個特質咧，喺各位身上體現到，就係樂觀啊！你哋永遠識得如何苦中作樂噶。話知佢嚇、啊、星期六要見啲領導人述職啦，我哋喺度 happy 啊嘛，係嘛啊幾開心！而且今晚啊係一個老老實實，真係紅館開咗咁耐都未有嘅機會，因為。我哋有全香港最優秀嘅中西樂夾埋一齊。嗱，先講我慣玩嘅西樂。我係呢次破曬天荒請到我老朋友同我一齊玩音樂，玩咗大大話話30-40年嘅 Romy Diaz 同我哋做西樂嘅音樂總監戴樂文先生，Mr. Romy Diaz。我哋自細一齊咧，佢玩個吉他，我就吹口琴，咁我就呃飯食，佢就用真功夫嚟到係揾食嘅。同埋全香港至好嘅西樂團完全喺曬度啦。另外，全香港4個唱合唱最好嘅希哥、阿劉興、Jackie 同阿 May 喺曬度。嗱，西樂已經非常之好嘢。中樂團咧就真係全世界最好嘅中樂團啦。點解會咁好呢？一來係因為佢有個非常之叻嘅指揮，我哋國家一級指揮嚴偉昌大師。多謝你，我哋非常之榮幸，香港有你。咁呢隊中樂團咧？所有啲80個樂手咧，非常優秀嘅。咁啊，有史以來咧，紅館係未試過有咁盛大嘅陣容，大大話話唔係吹牛。你數下人頭啊，有近幾乎100個人嘅。好啦，而家就請嚴偉昌大師為我哋指揮一段《十面埋伏》嘅選段。嚴先生，香港中樂團。
現在請大家歡迎我們今晚第一位嘉賓葉麗儀小姐 Frances。 今天不回家，徘徊的人，彷徨的心，迷失在十字街头的你，今天不回家，为什么你不回家？往事如烟，爱情如迷，迷失在旧日亲爱的你，今天不回家，为什么你不回家？朦胧的人，暗淡的心，迷失在夜雾梦境的你，今天不回家，为什么？为什么不回家？心在哪里？梦在哪里？不要忘了家的甜蜜。迷失的人，不要忘了家的甜蜜。你今天不回家，为什么？为什么不回家？心在哪里？梦在哪里？不要忘了家的甜蜜。迷失的人，甜蜜，家的甜蜜，家的甜蜜。好多谢你哋嘅掌声，大家好 ，Frances， 嗨，詹叔你好，真系好耐冇听呢只歌啦，系啊，今天不回家，系啊，喂，多谢你 ，Frances， 唔好咁客气啦，你话叫到啊，一定嚟啦，系咪？有少少傷風都嚟啦，有啲 sexy 聲唔緊要啦。你不嬲都 sexy， 你今晚件衫就夠 sexy 啦。哎呀，餓咗五日先著得落噶啦。哇，咁犀利啊！你餓就得啊，咁啊修身嗰啲冚唪唥都冇生意噶咯喎。唔係，我唔係修得咁緊要嘛，係咪啊？不過講開又講開，詹叔，我咧最近咧都成日聽到好多人講咧話，香港咧似乎九七之後咧，似乎樣樣都好唔掂。反而咧，上海樣樣都好掂，啲人成日中意去上海玩啦，又話上海發展機會多啦，甚至乎話上海就嚟有機會啊追過香港喎。喂，咁 Frances， 上海不嬲都叻過香港噶啦，嗰陣時係啊，全中國十里洋場指揮佢噶嘛，係嘛？你年紀大過我少少，你清楚啲。我都冇去過嗰陣時嘅上海，不過睇書咁話啊嘛。啊 ，OK。但係你有冇最近去過上海啊？有兩三年冇去過啦。我啊，啱啱去完翻嚟啫。系啊，我覺得咧，香港人不妨多去上海啊，因為你越去上海多一次咧，你就越自豪噶啦。我去到一行出街，哈，飲茶，港式飲茶，唔係一間喎，間間都港式飲茶喎。真係嘅。係咯。咁啊，然後入到去哈，發覺酒店啲 service 就真係幾好喎。問下你而家。你们的服务都很好啊，他说是啊，香港人管你的，香港人管你噶，咁咪好 happy 咯。系系。咁你话咩地方好咧 ？shopping 啊。系新天地威啦，哇啲嘢好贵添。咁啊谂下，
喂，羅漢瑞餃嘅啫喎，香港人，嗰個都係香港人啊嘛，冇錯冇錯。咁我哋使咩驚啫？仲有啊，係呢次先好笑。我話揾啲地道嘅上海嘢食下，你不如食餃子啦。係啊係啊，冇錯啊。走到入嗰間鋪頭啊，拎出嚟食幾好喎。啊，我話你哋包餃子包得好好啊，啊真係好嘢喎。啊 ，Sir Sir， 我哋係香港灣仔碼頭嘅水餃皇后啊。走去廚房望一望，真係一盒一盒咁等喺度啊！又會咁嘅，係啊，咁啊，所以唔需要驚嘅香港人。唔需要驚，係咯。但係我覺得咧，喺中國嚟講，上海可以講話真係音樂嘅首都啊！哦，咁呢樣嘢你絕對冇講。好大嘅傳統嚟，係。因為我自己咧，初初學音樂嘅時候就係聽時候曲嘅，可以講係聽上海音樂時代曲，飲佢哋嘅奶水大嘅。是啊，但是你这样都不用怕、因为他现在不唱时候曲啊。不唱时候曲唱什么、唱你的粤语流行曲《上海滩》咯。真的。尽了世间事，还作滔滔一片潮流，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成功失败。浪里看不出有未有，爱你恨你问君知否，此大功一发不收，转千环转千盼，亦未平复始终争斗，又有喜又有愁，就算分不清欢笑悲忧，仍愿翻百千浪，在我心中起伏够。发不收，转千环转千叹，亦未平复始终争斗，又有喜又有愁，就算分不清欢笑悲忧，仍愿翻百千浪，在我心中起伏够，仍愿翻百千浪，在我心中起伏够。多谢你，严大师。我希望你同我一样咁喜欢听时代曲，因为一谂起时代曲，不然就会想到呢一首好靓嘅《夜来香》，同大家一起分享。晚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凄惨，月下的花儿都如梦，
想吐露着芬芳，我爱这夜色茫茫，也爱这夜莺歌唱，更爱那花一般的梦，拥抱着夜来香，闻着夜来香，夜来香，我为你歌唱。夜色茫茫，也爱这夜莺歌唱，更爱那花一般的梦，拥抱着夜来香，闻着夜来香。茫茫，也爱这夜莺歌唱，更爱那花一般的梦，拥抱着夜来香，闻着夜来香，夜来香，夜来香，夜来香。谢谢你们，真的很开心，你和我一样都这么喜欢听这首歌。其实呢，眨下眼我今年已经入了行，唱了都有三十四年歌这么久，我很小开始的。那这三十几年来呢，我实在有很多很多机会呢去外地演唱，那我去到哪里唱歌呢，我都很喜欢告诉他们，我是香港来的中国人。很簡單，因為我在香港出世，我有一個很濃厚的歸屬感。另外一樣就是我覺得身為香港人我是引以為榮，還有香港人在外國給人的印象就是很能幹，頭腦很靈活，還有刻苦耐勞。那我當然說我是香港人啦。我今年55歲，我今年55歲，跟香港真真正正是一起度過不少起起伏伏，跟香港一起跌過低，起翻身又再起步過好多次。咁而我自己總係覺得，冇錯，今次非典型肺炎對我哋嘅打擊真係好大。但喺呢一次疫症之中，令到我哋認識到一班真係緊守崗位、捨身救香港人、為我哋犧牲嘅一班年青嘅醫務人員。你話我哋幾咁幸福，係幾咁值得多謝佢哋、敬佩佢哋。今晚我有一首歌很特別想跟大家分享，這首歌來自百老匯名劇 Cats 裡面的一首很好聽的歌，更加特別的就是這首百老匯的名劇的歌今晚會是由全中樂伴奏，是另外一番風味。這首 Memory 很多謝袁先生送給你們大家。Pavement, has the moon lost her memory?
She is smiling alone in the lamplight. The withered leaves collect at my feet, and the wind begins to moan. Memory, all alone in the moonlight, I can smile at the old days. I was beautiful then. I remember the time I knew what happiness was. Let the memory live again. Daylight, I must wait for the sunrise. I must think of a new life, and I mustn't give in. When the dawn comes, tonight will be a memory too, and the new day will begin. Burnt out ends of smoky days, the stale cold smell of morning, the street lamp dies, another night is over, another day is dawning. It's so easy to leave me all alone with the memory of my days in the sun. If you touch me, you'll understand what happiness is. Look, the new day has begun. Was beautiful then. I remember the time I knew what happiness was. Let the memory live on. 多谢钟乐团，多谢阮先生，多谢各位，再见。多谢 Francis， thank you， 叶丽仪小姐。而家请大家用热烈嘅掌声欢迎今晚第二位姓叶嘅嘉宾叶振铎。一个风雪晚上，我失方向，夜静里传来竹笛声，飘雪飘光发上，笛声凄也亮，越是冷，长路更是长，竹笛声引路。终于找到路上那无言的女子，她以竹笛细道笛声追捕，夜静里详述这故事。过去我也曾在此，
与他风中相拥抱相注视，计划未来事，用云彩写我名字，一起欢呼一起叹息，永不分昨夜。可惜天了作弄，要把他夺去，遗留空虚。我将眼泪记得星里，直至来日再会时。冬去春到世上门串欢畅，但夜里仍闻竹笛声，千个千个晚上笛声凄也凉，像在唱谁念每夜唱，当在激光雪路已找不到旧日那无言的女子，风笑声铺雪路发出呼号，像是要重述这故事。过去我也曾在此与他风中相拥抱相注视，计划未来事，用云彩写我名字，一起欢呼一起叹息，永不分昨夜。可惜天要作弄，要把它夺去，遗留空虚。我将眼泪记得星里，直至来日再会时。多谢多谢大家的掌声。哎，是啦，我记起啦。王子不知搞乜鬼啊，正话个临出场个使人递封信俾我。哎呀，你哋大家都知道我盲盲地噶啦，我边睇到啫。哎，不如调柜翻俾佢啦。系啦，我话我自己咧，喺一生人里边咧，最够运最幸运。就是唱咗以下呢首由黄沾为我填写嘅歌《望尽心中情》，唔仅止令到我可以终身受用，仲可以认识大家。多谢你哋咁多年嚟俾我支持，我最开心嘅事就系你唱呢一首《望尽心中情》。望尽心中情，遗下爱与痴，任笑声送走旧愁，让美酒洗清前事，四海家乡事，何地我难知，顺意吹，穿心似雨，
任脚走，车驱随缘，难分聚舍，换世就容易，始终胜负只有天知，披散头发都自行得失为我事，昨天种种梦难忘，再有思就与他永久别离，未去想那非和事，醉醒换世就容易，始终胜负只有天知，披散头发都自行得失为我事，昨天种种梦难忘，再有思就与他永久别离，未去想那非和事，未记起从前名字，多谢晒，多谢大家的掌声。哎，阿志，唐哥，阿志 ，Johnny， 多谢晒你 ，thank you 啦，多谢多谢。阿志嘛，我真系佩服你啊！你话多谢我啊，其实我多谢你啊！真，如果呢只歌我谂唔系你叶振棠哥哥唱嘅，未必咁 hit。你太客气啦！嗱，因为咧，我比高我个带嘅，知唔知啊？我唔系，嗱，我有事实根据嘅。我咁多次听你现场唱《忘尽心中情》，你每一次唱到个昨天嗰度咧，你作嘅咧就有少少污热，好似想喊又喊唔出，那个感情次次都咁啊！作，我成日想翻去试下学啦，作极都作唔到嘅，系你得嘅 ，Johnny 真系冇得弹。唔系你写得好嘅啫，你写得好，咪可以作到出嚟咯。辉哥都有好大功劳，只歌真系旋律系好好听嘅。不过有一样嘢你又唔系啦，我写封信俾你啫嘛，使咩调到咁周台都系啊？哎呀，朱文，你明知我啊！隻眼盲盲地啊！咁你真係你與我啫，實我啫。點會與你咧？咁你至少拆開嚟睇下啊嘛，大哥，係嘛？你睇我知道裏邊寫乜先得㗎。咦係喎，好大隻字喎。梗係啦，雞乸咁大隻。阿葉邦拖，哎，睇到啦，咁大隻字。係嘛？冇理由啊！心光盲人院出嚟嗰個都睇到啦，係嘛？你睇都唔睇。我怕你不來嘛，怎會呢？阿尖你叫到我一定來的。阿尖啊，多謝你，嗱我來就來，不過我覺得你今次你搞得好像慳皮一點喎，好像嚇慳皮一點，是啊，有沒有搞錯啊？唐哥，喂，紅館有史來最厲害的樂隊喎，咁啊係，加加埋埋大大話話成百個人喎，你知唔知我哋個幕啊，係紅館開館以來啊最大的
我知道，但是这么大型的演唱会有没理由一个 dancer 都没有，起码有个舞蹈啊，是不是？大哥啊，哪里有位跳舞啊？这么多人在这里，喂，你都给个歌星左行右行，那个台你看小到这样了，喂，叫个 dancer 真是动笃跳啊，那时候是僵尸先生啊，那么个个在这里这样穿着青装这样，唉，不敢，汤哥，老实实，你说要到 dancer 呢，我啊可以找个给你的。咁啊好啊，喂！不過你唔好求求其其揾個靚妹上嚟算喎。我今日呢個咧唔係靚妹嚇，啱你嘅，配得起你有特世界冠軍人馬。真嘅？係太極嘅世界冠軍，世界武術錦標賽金牌得主李輝小姐，配你只太極張三豐。好。几点水飞飘也飘，谁能力抗劲风？为何凉梦折腰？冷水却可轻些掉。于世上也似颠沛，未能了，傲然笑。冷光得失感玄妙，风惊雨急自危临，扁舟也可渡狂潮，以游力搏千斤，淡然随遇变招，雨后红日千里书难要，几点水飞飘也飘，谁能力抗劲风？为何凉梦折腰？流水却可轻些掉。于世上也自颠沛，未能了，傲然笑，冷光得失感玄妙，风惊雨急自危临，扁舟也可渡狂潮，以游力搏千斤，淡然随遇变招，雨后红日千里的世界冠军李辉小姐，非常多谢李辉。咁咧，我入行咧仲先过叶丽仪好多。我其实如果真系计入行，我谂即系好细个跟住人哋三尾吹下口琴嗰啲唔算数咧，系真真正正喺电视度出镜咧。我第一次出鏡是1962，到而家都有41年啦。咁多年，我同好多藝人合作過，有啲我係特別錫嘅。老實講，真係你叫我話完全唔偏心咩？假嘅。男仔咧，我係最錫呢個。
那時在1974年第一次跟他見面是講合作呢，我見到他那種風神俊朗的樣子，我就喜歡了他。他就是鐘鎮濤。這次我請他來，我寫一封信給他，我說：B哥，回想起來，我已和你認識多年，你的上半生是所有男人的夢想，可是你的下半生卻是所有男人都不想。不過我相信你是有實力的，你一定會捱得過這次演唱會，我就不會給足歌酬你的了，是這麼意地拍下你膊頭，給封利是仔。但是給這封利是我是有心意的，希望藉著這個紅包可以將你過去不如意的事，好像你那首很出名的主題曲一樣，讓一切隨風。主典情長就此收筆，請你來演唱會的時候，麻煩你自備薩克斯風。鐘鎮濤。心里冷风吹失了梦，是未过去就已失踪，此刻有种种心痛，心中心中一切似空，天黑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聚满心中，最终一片冷的风，各种空虚冷冷冷，吹起吹起风里梦，过去的心火般灼热，今天已变了冰冻，记忆中突然又痛，只因空虚再作弄，你似北风吹走我梦，就让一切随风。风中风中，心里冷风，吹失了梦，是未过去就已失踪，此刻有种种心痛，心中心中一切似空，天黑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聚满心中，最终一片冷的风，各种空虚冷冷冷，吹起吹起风里梦，过去的心火般灼热，今天已变了冰冻，记忆中突然又痛，只因空虚再作弄，你似北风吹走我梦，就让一切随风。火般灼热，今天已变了冰冻，记忆中突然又痛，
在作弄，你似北风吹走我梦，走一世最多謝，多謝，多謝曬。各位中唔中意新髮型啊？啊，配合我嘅身份啊，從頭開始啊！多謝曬。咁啊，詹叔咧，頭先又整咗封信俾我嘆下，我都有封喺度。毛筆啊，勁啊！詹叔，你的上半生，凡是男人想遇到的，你全部都遇到了，好似我都係喎。但是你的下半生，所有男人的夢想，乜都俾你全部立曬了。詹叔，你好嘢！咁既然乜都俾你立曬啦，咁我就只有唱呢一隻你當年為我寫嘅歌啦。
一旦别去，那日再会再聚，此际有情重寂寞，此际有情曾空虚，无法遣去无边苦痛，今日我心里有泪。多谢晒，多谢詹叔，边个？拥抱一下，拥抱一下，非常之高兴见到你别来无恙，仲顶得住，香港人嚟噶嘛？仲好靓仔，多谢、多谢，真系有型啊！咁 sharp 嘅，哇！我见到白衫，喂、唔见到啲头发，从头开始啊？唔紧要啊，好似你头先嗰只歌咁。以前那些不好的事一切隨風、不要緊要的，香港人其實個個人都是這樣的，逆境呢幾時都會有的，但是我就不信衰運經常都跟著我了，是不是？沒錯，那當會過去的，沒錯沒錯，我們一定要有香港人的精神，沒錯沒錯，說得好，說得好所以有時這個世界樣樣東西都是整定，所以不要緊的，有一樣東西就要真的盡量避之則吉，可避則避，就是風流債。這個你不是說我，是說你自己是吧？我還好啊。我還行不行啊？這麼給面子，阿叔已經不行很久了，已經。不是，得。九龍城燉牛鞭都補不回的了。得的，得的，誰不知道，阿叔你老而麗堅啊，心想事成啊，想有就有啊。你千祈不要亂說這個說話。我在電視那裡聽過，第一次說什麼老而麗堅啊，有心有力呢，就話長嫂描寫阿長哥嘅，哦，全香港人都聽過嘅呢句説話，但係冇幾耐阿長哥就，所以呢句説話千祈唔好亂講嚇。其實我覺得咧，香港人咧一個就似鐘鎮濤，一樣咧就要有啲偉哥精神，隨時企得起身嘅，嗰啲叫偉哥精神，係咪啊？冇錯。好，咁啊，多谢晒詹叔。有一样嘢我可唔可以申请一下，詹叔？点样申请啊？申请唱多谢啊，得唔得啊？哇喂，你难得啊嘛，咁而家啱呢个时间庆祝一周年噶嘛？观众中唔中意啊？哦，观众中意。喂，咁唱咩歌？唱咩歌？你唱几只我嘅歌啦？我仲有啊？梗系你嘅歌啦。仲有啊？有。唱咩啊？問下你咯，問我，哦，問我啊 ，Romy， KTV， 多謝詹叔 ，Thank you， 我哋一齊拍下手掌啦，輕輕鬆鬆啦，大家都識唱啦，一齊唱下好唔好啊？問我歡呼聲有幾多？問我悲哭聲有幾多？我如何能夠一一一去數清楚？問我點解會高興？究竟點解會苦楚？我笑住回答，講一聲，我係我。無論我有百般對，或者千般錯，全心去承受結果。面對世界一切，哪怕會如何，全心保存真的我。願我一生去到終結，究竟點解會有苦楚？我仍然回答，講一聲，我是我。Come on， 上面嘅。
无论我有百般对或者千般错，全心去承受结果，面对世界一切，哪怕会如何，全心保存真的我。愿我一生去到终结，究竟点解会有苦楚，我仍然回答讲一声我是我，仍然回答讲一声我是我，仍然回答讲一声我是我。多谢。多謝曬 Kenny。跟住落嚟呢位嘉賓咧，我都寫咗封信俾佢嘅。我先唔話佢個抬頭嚇，你睇下估唔估到佢係邊位？我話你做節目係收視冠軍，做司儀係人都知道你係 number one。做劇集呢就套套都深入民心，今晚阿叔開 concert 請你幫阿拖，咁呢就一定啲掌聲爆燈。你估係邊個啊？鄭若驊出咗嚟啊！多謝你 Dodo， 唔好唔客氣，非常之榮幸。唔係唔係啊！我哋好耐冇合作做節目啦，係 啊， 啊，非常之多謝你。所以你今日邀請我，一定嚟。老老實實，電視節目咧，講做電視節目我都沙塵㗎，我眼中唔係睇得起好多人。係唔係啊？嚇！你 Dodo 鄭裕玲不嬲都佩服。不過大家咧唔知道咧，就係、是、其實咧，當其時咧話講緊廿幾年前啦嚇，響街市訓練班有一個電視台叫做街藝電視嘅。咁我咧就係其中嘅訓練班一個學員，咁樣詹叔咧就係教我哋司儀嘅導師嚟嘅，咁所以你係我老師嚟嘅，咁啊所以你今次叫我做嘉賓幾大都一定要嚟啦。好多個人一齊上堂，點解係得你得啊啫？即係你真係得啊嘛！老老實實，人人都做劇集，有邊個劇集會四十九點？咁多噶，係得你鄭裕玲小姐啫。唔係。Thank you。Miss Mo 男親女愛到而家個 record 都 keep 住嘅喎。咁嗱，一點咧，一點啊收視點就63,000人。咁你醒醒，300多萬，成半個香港望實你嘅 Dodo 啦。咁嗰陣時真係幾 proud 㗎，係係。咁但唔係我一個人嘅功勞，係個劇本又寫得好啦，咁其他演員又做得好啦。個個都做得好，個個都好，但係又唔見阿黃子華第二個劇會有49.49。佢你講咩話？咩？49.49。係。有小朋友喺度㗎，唔好亂唔講嘢咁樣。係啊，我知我知。佢低調啊嘛，佢唔中意成日出鏡嘛，可能。唉，唔好講我啦，講你啦。講我？係啊。嗱，你咧我知道係最中意食嘢嘅。係。不如講下食啦。好啊，嗱。咁喎，你好中意食嘅咩？你我唔中意食嘢㗎。如果唔係我點會咁樣咧？係咪？咁啊係。冇乜點食嘅。真係都冇幫襯嗰啲修身堂。係啊，自己修身嘅咋、自己修身好嘢嚇。你唔中意食嘢㗎？我發覺咧年紀漸長啦嚇，不能食咁多嘢㗎，叔。你發咗福好多，你知唔知啊？我係、我講俾你聽，凡有我哋呢啲咁嘅病嘅咧，多數係瘦嘅。如果係肥，即係話你冇事咁解喎。哦，係啊。哇，係喎，真係喎，身體冇事啊嘛。係冇事冇事，冇事冇千萬難，非常之好，多謝多謝關注。戒咗煙未啊？你戒咗啦，姐。你有冇靜靜雞食啊？冇。冇。嗱，你都即刻唔望住我啦。係，好似人哋話。冇真係冇食煙，真係冇啦，冇食煙冇食煙。咁啊，講起食咧，嗱，我又做過啲 survey 啦，咁啊，咁而家咧，其實香港咧食嘢咧。不嬲都係平靚正嘅啦，但係咧唔係喎，如果平靚正嗰陣時，點解咁多人去北上啫？
唔係啊！而家香港真係好平嘅，你知唔知半島酒店咧，六星級酒店咧，而家做緊七五折啊 ！You know 嚇？係啊！半島都七五折啊！係啊！陰公，唔係因為佢七啊五週年紀念咩？啊，幾好啊！呢條橋又係咪？係咯，嚇好嘢喎！係啊，七五折啊！七五折啊，從來未試過嘅。嚇！咁另外咧，喺淺水灣啦、南區啦，又有一間日本餐廳好出名嘅。Shabu Shabu 99元 all you can eat， 你唔系啊嘛？系浅水湾得一间日本嘢，好贵嗰间嘢。99元就而家。哇！听日就去，不过我戒咗牛肉啊，因为明白明白。真系。咁你中唔中意食燕窝？燕窝唔食得噶。你唔食得噶？系啊。哦。吓呢种系唔应该食燕窝。咁啊，蜗牛食唔食得？蜗牛啊，中意啦，系啊，Tiramisu 啦，哇，喺邊度啊？田螺又點啊平法？旺角瀨路臣街燈打士街嗰頭，唔係啊嘛，旺角20元咋？旺角燈打士街有法國蜗牛，係啊係啊，同埋Tiramisu食啊，你可以動起只腳食添噶。哇，咁勁啊！哇，咁嗰啲法國佬咪睇到眼都擎。如果嚟到香港，你話香港幾好啊？咩都有，真係好，真係好，真係。咁你冇理由淨係中意香港嘅食嘅啫 ，Dodo 嚇。香港有好多太多嘢好好咯。咁即係數幾樣聽下。好，咁香港咧有一本咧好具權威性嘅美國嘅雜誌咧，就評香港咧連續第九年嘅啦，就係、是、最自由嘅經濟體系嘅地方，亦都係咧最多旅遊啊遊客中意嚟。visit 嘅地方，講到高樓大廈咧，全世界15座摩天大廈當中咧，有4棟咧香港有份嘅。每100人咧，有64人咧就有手提電話，即係64%啦。咁我哋嘅電信通訊網絡咧，亦都係全世界最頻密嘅之一。我哋嘅貨櫃碼頭，我哋嘅機場咧，嗰個貨運量咧係全世界第一。我哋嘅機場咧，連續3年咧就係全世界最傑出嘅。國泰航空公司咧被評為咧全亞洲咧最佳嘅航空公司，咁另外咧要上火星咧，嗰样叫做岩心取氧气咧，亦都系我哋香港人发明嘅。咁你话香港几好？可以一口气讲出香港咁多好嘢嘅，我谂除咗郑裕玲都冇咗边个啦。系有好多人，系阿叔你教我嘅。我仲有一样想讲嘅，香港系全世界系得香港有我哋郑裕玲，净系咁样啊！我哋就咩都唔使惊啦。Thank you， 多谢你 ，Dodo。Thank you。多谢各位观众。多谢晒 Dodo。Thank you。多谢你。嗱，而家咧就正正式式、真真正正介绍下我哋呢个一流水准嘅中乐团啊！我头先已经话佢系全世界第一噶啦。佢第一嘅原因咧，除咗系我剛才講過很多樂器好啊、指揮好之外呢，它其實是全中國最多最多明星的樂團。因為呢，我只是讀他們那些星報的部長，你個個都聽過名字了。拉元部呢就是王安元，好厲害啊，安元的二胡。敲擊部呢就是嚴學敏，天下第一鼓。琵琶呢王靖小姐，你聽黃飛鴻那些配樂裡面那個十面埋伏就是王靖彈的了。另外吹的有孫永志先生，孫先生。那麼除了這四位各部的部長之外，那些首席都不得了的，所立首席是郭雅致先生，古筝的有蔡雅诗小姐，二胡和高胡的首席呢有一对又漂亮又弹得好的姊妹花，新氏姊妹花，新小红小姐和新小玲小姐，一个是二胡首席，一个是高胡首席。那呢除了他们这些是首席之外呢，譬如好像谭宝石那些笛啊，剛才你聽《望盡心中情》的洞箫好到不得了，我們錄音整天找他的。還有這個郭繼力，黃飛鴻男兒當之強，就是那個鎖立就是他吹的了。所以真的非常非常之多明星的樂團，所以想不好都很艱難。那呢一陣間咧，我就想佢哋再show一次 quality， 彈一隻好精彩、好精彩嘅
歌俾各位聽。但係嚴大師咧就話要你哋合作，一齊參與佢哋嘅演奏。你喺睇住阿嚴生一指嘅時候，你就呜啊咁樣嗌，好唔好啊？好過癮噶！琴晚嗰啲觀眾啊 high 到不得了，就係因為呜啊咁樣啊！呢完全係快樂嘅呼聲嚟噶。而家試一次先好唔好？呜啊！喂，乜反應遲鈍噶？乜我指唔得咧？嚴生你試試先。嚴生你同佢哋試下呜啊嗰下嚇，睇住嚴生。啊，系咪过瘾啊？嗱，一阵间嗌大声啲，吓，仲有啊，你嗌完乌鸦觉得好兴奋，需要有啲补药咧，你千祈唔好掟嗰个今晚嗰张戏嗰张飞，你拿住个飞尾可以去呢个健儿房买学者灵芝有 Jaxo， 吓，连飞尾都，我发觉咧，其实啊。今晚最有藝術品味就是你哋，你識嚟睇啊嘛！哇，真有藝術品味啊！係，我要介紹呢個三位姓鄭，三位姓葉，兩個温雅之中，佢係冇份嘅。不過佢係最後生嗰個，鄭中基，我嘅細侄。有請中基。Hello， 你好，阿詹叔你好，中基，其实你点会入咗呢行嘅咧？我入呢行啊，其实我入呢行我唔系谂住做歌手噶，我本来系谂住做监制噶。点解咧？因为咧，我即系细个有机会喺录音室度打滚啦。系。咁我就见到，因为啲歌手咧个个哇，就喺电视先见到嘅，吓听心机先听到嘅，永远真人就见唔到，哇个个都好想做噶啦，咁系。但系我又见到。另外一面就是啲監製係可以唔止見到啲歌手，係可以丙啲歌手嘅，係直情鬧嘅。咁我覺得哇，係咁我寧願做鬧人嗰個，好過俾人鬧啦。咁諗起點解又做咗歌星咧？咁我又諗諗下，冇人肯俾你丙。唔係，咁我諗諗下，其實都啱嘅。因為點解我會唱歌咧？我唱歌其實係做和音先，係啊，唱下和音。啱啱諗下啱嘅。咁如果我做監製，我都要知道啲歌手企喺台度有咩壓力啊，唱啲咩歌啱佢把聲啊，即係做自己做咗先。咁啊，第時丙佢哋冇得還拖啊嘛，你明唔明啊？有冇中意歌星啊？許冠傑。哇！你中意阿 Sam？ 許冠傑。點解中意阿 Sam 咧？因為即係知道佢係第一個帶，即係唔係帶，即係推起咗呢個粵語流行曲潮流嘅人。係。咁啲歌又係佢自己寫嘅。係。啲詞又自己填嘅。係。又自己唱啊，自己監製。咁啊除咗呢樣嘢，佢自己拍戲又好多好戲俾大家睇，又好笑，好開心嘅。你真係好中意阿 Sam 㗎？中意㗎，中意㗎。咁唱翻兩嘴阿 Sam 嘅歌嚟聽下先。好啊。嚟。哇，夾定啊！唔係佢求其起得噶啦，好熟噶呢個。邊只啊？呢只啊？呢只邊只啊？難分真與假，浪子人面多險詐，幾許有共享榮華，善伴水滴不分差，無知這淚話。逃亡天星家，心公正白璧无瑕，行善积得最乐也。一齐唱啦，点奏啊？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嗱，今日咧，我就想你唱我一隻歌。系呢只歌咧就好难唱嘅。系因为啲音域非常之广阔。系啊，咁啊，练声啊至好噶啦，因为你练到唱到由低最高嗰个音咧，唱到咧得噶啦，你就可以顶阿林子祥噶啦。吓，唔得。系啊，吓。我知道你梗系唔想顶阿林子祥，唔系你净系想请顶阿林子祥个老婆啫，系嘛？唔系，哇！唔系，一阵间佢会出嚟啊所以你定啲。死啊！我而家教你唱呢只歌。好。唱呢只歌最紧要的一样嘢
是成日望住个地下，千祈唔好跌喺个窿度。男儿当自强。笑万重浪，热血热星红日光，胆似电，打骨似精钢，胸襟百千丈，眼光万里长，誓奋发自强，做好汉。做个好汉子，每天要自强，热血男子，热星红日光。为我最能量，去开天辟地，为我理想去闯。啊，碧波高涨，游看碧空广阔，好气扬，既是男儿当自强。昂步挺胸，大家作栋梁，做好汉，用我百点热，要取千分光，做个好汉子，热血热肠炎，热星红日光。为我最能量，去海天辟地，为我理想去闯。啊，碧波高涨，游看碧空广阔，好气扬，既是男儿当自强。昂步挺胸，大家作栋梁，做好汉，用我百点热，要出千分光，做个好汉子，热血热肠炎，热星红日光。做个好汉子，热血热肠炎，热星红日光。跟住嚟要同各位介绍嘅下一位嘉宾咧，你如果街嗰度撞到佢咧，你就觉得佢都系个普通人嚟嘅啫。其实佢绝对唔系一个普通人。因为他比普通人呢还差几寸，绝对没有周润发那么高大有型的。不过到周润发没有电视剧拍的时候，他都还在拍电视剧，所以你要佩服他的。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眼那么深入民心呢，我想林忆莲有牌都未红。全香港有一位藝壇的女后出名難追的了，沒人敢埋身的，埋了身她一腳踢開，哈，被她在沙田踩下踩下單車那就戒了。這位仁兄絕不普通，雷鋒。你好你好你好
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你好，你好。偶像。點啊？你係偶像，我係偶像。啊，係我有啲感觸，因為你唱普通人嘅時候，我哋一齊去參加東京音樂節。係啊。嚇！好多年啦。好多年啊，好多年。但係你咁耐，嗰把高音都仲一樣係咁靈咁靚。少少啦。我有樣嘢想問你好耐，出邊人咧就周圍對你好多傳聞嘅。係。有人話你做過地盤啊，究竟係咪？我做過㗎。你真係做過啊？係啊，因為香港都係我搭下搭下咁搭出嚟㗎嘛。係啊。呢度係咪搭下搭出嚟啊？呢度我搭好少啫，呢度好少嚟搭呢度。係嘛？其實唔係，其實我好普通嘅啫，我真係好普通人嚟嘅。但係我未做過地盤。未做過地盤。但係我覺得即係我係一個普通人，香港咧其實已經很好好㗎啦。你諗下，18年前香港都係一個冇人識嘅地方，而家變咗東方之珠，哇，幾威！是不是我們的歌做香港才是的嘛，那就是即是證明有實力的有實力就行了，不一定的，不一定的，好像你這樣即是有實力好行了，不是的，不一定的，所以我最近我很開心，因為聽見你出唱片我就很 happy， 老實說阿叔很久沒有出錢去買唱片了，我送你一出我不用你送我一定買，好你買我請你吃飯，送那些叫打秋風貪便宜拿隻數、哦、是的、哦、所以你如果肯出唱片，我肯出錢買，買十隻分贈親友，好，好唔好？女方，好啊，唔該曬啊，係真係，即係起碼銷售量有十隻，係啊，都好，而且絕對唔係，絕對唔係因為夜總會嗰啲捧出嚟嘅，好嘛 ？OK， 你放心啊。今日咧，本來咧就你下一隻歌嗰個作曲家話嚟嘅，話嚟聽你，李海英先生。但是最近他又接了很多 job， 在北京行不到下来，这个我老友来的。我知道我知道。啊、我跟他很欣赏你的。哦多谢。喂现在全中国写歌至贵是他的了，李海英先生。是啊，弯弯的月亮现在你不唱不得了。好一定唱。他不来你都要唱啊。好好好。OK? 好好。悠悠如雪山，纵银河悠悠透沙窗，茫茫微风中轻心，是那青青桂花香，遥遥怀里想，如茫然飘飘往家乡。绵绵如丝的雨季，荡过匆匆岁月长。
靠沙场，茫茫微风中轻送，是那青青桂花香，遥遥怀里想，如茫然飘飘往家乡，绵绵如丝的忆记，荡过匆匆岁月长。拜拜。好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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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啊！嚇你，嚇你，你小心，小心。好，小心，唔好再蹬啦！小心，小心，小心，小心！你唔好嚇死我啊！你因為我今日個高踭鞋好高，你知唔知？你係我最錫嘅女歌星。多謝。我唔容許你喺嗰啲窿窿罅罅嗰度有任何嘅。你又叻啊！企出邊擺我喺中間喺度。咁你唱啊嘛！我喺出邊唱喎。咁我嚇啊！我幾驚！哇！今晚你唔好唱《男兒當自強》啊！唉，我怕有窿嘅地方。南兒當住佢喺屋企睇緊電視啊，係嘛？佢真係冇曬嘢。你都冇請佢。嗱，講起上嚟，我咧係特別錫呢個女仔嘅，嚇，所有女歌星係最錫佢噶啦。佢靚，仲有好多靚過佢嘅，有好多係嘛？林青霞靚佢少少啊，不過冇錫佢啊，係嘛？你有冇聽過林青霞寫歌啊？唱歌啊？啊？有啊！我寫過歌俾林青霞唱噶，佢出過碟喎，真係。係啊，出過碟㗎，喺台灣賣成80,000隻啊！係啊，好勁、啊！完全係因為佢美貌，唔係因為佢個歌喉啊！係啊，佢好靚啊！係啊，係啊！我都欣賞佢。咁嚇，但係我點解會錫你咧？咁你都係好靚，咁大把美女啊！呢個世界冇所謂，因為呢個美女好抵得諗嘅。我哋當時寫《晚風》咧，就係咁樣，喺一個好傻嘅晚上。大家不知道是否喝醉了酒，那麼兩點鐘的時候，我就打電話給一個傻佬叫徐克，那他就來了我家，那就說，喂，你叫我寫，我現在寫了幾個旋律給你選，那他就說，哇，有得選的，那就兩點鐘，早上早噃，來到我家，選到四點鐘，就於是呢，大致選完，選定了，逐句選了，那又，你知道我不懂彈琴的嘛，咁啊，不如揾個人嚟彈琴啦。咁喺朝頭早四點鐘可以隨時 call 到嚟我屋企嘅咧，只有另外一個傻佬好朋友，就係 Romy Diaz 啦。啊 ，Romy， 佢仲喺度做緊嘢喎，仲喺度錄緊音編緊譜喎。我話 Can you drop everything and come？ 佢真係嚟喎，你話係咪黐線嘅咧？嚇，邊有人咁啊？佢真係嚟喎，啊，好朋友到咁樣，咁啊嚟到咁啊彈啦。咁啊，彈得好過癮啊！咁於是咧，就到六點啦。喂，彈都唔得喎，揾個人唱下先得喎。咁我話：喂，上一支嘢你諗住，你有邊個女主角啊？咁啊有呢個葉小姐。好啊，莎莉喺度拍緊戲啊，喺 Sheraton 住。咁我哋咧就一架車就過咗去 Sheraton， 啱啱開門個 coffee shop， 就喺 coffee shop 度打電話俾佢。喂，你肯唔肯嚟試唱嗰只歌啊？呢位小姐原來五點半先至啱啱收工，正話落床，你眯埋眼，我哋嘅電話就到，佢又真係肯嚟喎，所以只歌全部嗰啲傻佬黐線嘅人搞埋一齊，咁啊大家志同道合，所以咁錫你。多謝曬，多謝你，我都錫你。係啊，但我唔敢啊，而家你嫁咗，我唔敢咁早叫你。多謝，可以嘅。如果你寫咁靚嘅歌冇問題，第二啲就唔得噶啦。嚇！喂，我哋唔好講咁多嘢，你快啲唱歌先啦。Hello， 小心啊嚇！我同你個觀眾打個 Hello， 我係 Sally。係葉倩文小姐。
向那天相拥。非常之漂亮，唱得。有一件事我想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讲的，就是晚风微微那个啊啊得好好听那个呢，那个其实是叶倩文写的旋律来的。你又讲这一句，昨晚已经讲了。晚晚差不多，你想我。我这一生一世就写了这么绝仔，你又告诉人家。但是好好听。你写这么多歌我都没写到一绝仔。但是很好聽啊嘛，多謝，唔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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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唔識學。哎呀，好易氹你嘅心啊，啲女仔。嚇！好易氹你嘅心啊，啲女仔。我哋有一隻好特別嘅歌，我同阿輝哥合作咗咁多年，係唯一一次試過咁樣寫嘅方法，就有啲似中國人寫詩嗰種聯句，係我寫一段，然後阿輝哥再寫一段嘅，呢就係焚心以火。個個人都唔揾，只係揾我哋葉倩文小姐唱。多謝你。而嗰套戲同佢係完全冇關係嘅，嗰套戲係巩俐噶嘛。有個靚女做嘅，所以我好開心唱，因為我好中意巩俐。多謝。焚心以火，葉倩文沙莉。
真挚爱的歌，情浓写我诗，让千生千世都知我心，万载千秋也知你心，同享福过，焚心如花。非常多謝，到到呢度咧，我哋今晚嘅演唱會咧，差唔多接近尾聲啦。非常多謝我哋嘅 sponsor， 學者靈芝，有請咁多位歌星一齊出嚟，同我哋唱呢只都算係今晚主題嘅歌，因為淨係開頭嗰陣時候，我哋聽過香港中樂團為各位演奏過《獅子山下》，好唔好啊？在這次 Romy 大家一起唱好不好，如果你記得這字的話，人生总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难掩着落。狮子山下相聚，抛弃区分头共对，放开彼此心中魔障，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随。大家的光临，非常感激各位 ，Thank you， 多谢各位，你哋是非常非常好的观众，感激你哋，多谢晒。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
多謝大家。